大家好，小刚走向下，今天继续带领大家行走贵州农村。那么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个侗族村寨，整个村子都是木房子，侗族村寨的这个吊脚楼啊，整个村子都是依山而建啊，所处的这个环境啊非常的优美啊，这也就是最原生态的这个农村环境。那么住在这样的地方非常的舒服啊，无数人所向往的这个啊农村生活。大家看一下啊，一栋栋吊脚楼啊，依山傍水啊，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就继续跟着镜头去啊体验一下啊贵州最真实的农村啊，还有欣赏一下贵州大山里的这个景色怎么样。好，我们就继续跟着无人机的镜头啊去体验一下贵州最真正的啊最真实的啊侗族存在。